林可家族。嗯，不满意，不满意。你看这个镜子，你不觉得它光秃秃的，一点也不好看吗？嗯，好像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让我想想。啊，有了！今天就用这个小林安心抗菌粘土来装饰一下我的镜子吧。哇！哇，有好多颜色啊！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做什么好呢？啊，要不然来做彩虹颜色的花朵好了。先从这个荧光黄色做起好了，先充分揉搓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圆球形，搓成圆球，把五颗组装在一起。然后呢，可以用这个压痕工具，把中间给它压出花朵的纹理。调整一下形状，然后中间的花蕊呢，我准备用一颗绿色搓成圆球，放在中间。嘟嘟，第一颗小花花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剩下的颜色也做出来吧。完成了，现在我们把它贴到镜子上面去吧。是我想象中的镜子嘛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那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在家 DIY 属于自己的镜子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